由恒地发展的长沙湾新盘 Belgrade Villa Place 正式登场啦。项目属于区入面比较少有的大型重建项目，加上四面单边，可以享有海洋景观，相信将会受到市场欢迎。本区的旧式楼宇是比较多的，咁统计咧，大约超过1200栋咧，系超过50年的楼宇啦。咁我相信嚟紧市区重建咧，会陆续将佢活化，咁变成呢个区会一个大较为大嘅样貌改变啦，变成一个较为新啲有活力嘅区域啦。嘅租务咧，大约系40到60蚊尺啦。咁啊尤其细单位个尺价会较为高少少嘅。咁回報約摸係3.5厘左緊啦，近年。如果呢邊嘅二手買賣成交尺價約摸係14到15蚊一尺啦，咁另外中數嘅話，咁約摸每個月多數都有我諗80到80間成交咗緊啦。咁啊，當然包括埋少少格舊少少嘅樓宇啦。另外其他配數方面咧，有石硖尾街市啦，咁附近一啲無論是商鋪啊，或者是餐廳啊，其實都幾多元化下，咁啊較為貼近少少民生嘅。項目設有2層高、佔地超過1.9萬平方尺嘅會所，提供多元化嘅會所設施，包括室內籃球場、室內羽毛球場、游泳池、健身室等等，娛樂休閒設施一應俱全。交通方面，项目邻近港铁深水埗站和石硖尾站，大埔道一带亦都有不同的巴士和小巴路线，交通便利。至于校网方面，小学属于40校网，而中学就是深水埗区，有不少深受家长们热捧的名校，包括荔枝角天主教小学、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、圣公会圣纪文小学和圣公会基福小学等等。现在和大家一起来看看示范单位。